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零二二年新年贺词。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二零二二年即将到来，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回首这一年，意义非凡。我们亲历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从年头到年尾，农田、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军营。 科研院所，大家忙了一整年，付出了，奉献了，也收获了。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这里有可亲。 可敬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有赓续传承的事业。七月一日，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感慨系之。历史征程风云激荡。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唯有，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百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 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我们要。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我调研了一些地方，看了听了不少情况。 很有启发和收获。每到群众家中，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父老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贫困。 有着切身感受。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也能吃饱肚子、穿暖衣裳、有学上、有房住、有医保，全面小康，摆脱贫困。 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近年来， 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还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威仪磅礴的雅鲁藏布江。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 还是藏羚羊繁衍迁徙，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一年还有很多难忘的中国声音、中国瞬间、中国故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 深情告白。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天河遨游星辰。运动健儿激情飞扬，奋勇争先。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受灾群众守望相助，重建家园。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矢志强军、保家卫国。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截止目前，中国累计向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二十亿剂新冠疫苗。 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 题中之意。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的三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 海外同胞仍在辛勤耕耘。使领馆、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生仍在勇毅坚守。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奉献。大家辛苦了，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